Thank you.
一个人走来，心里也不平衡。
Thank you.
係一兩次問大家咧，即係佢嘅心理，即係我頭先都係有幾個我問緊啦，要我嘅問題。咁咧誒，呢首歌叫《愛的天堂》，咁我聽到關鍵。我会一直问我，有没有到你的身边？我会一直想着你，我的梦。
Thank you.
生嘅女仔嘅事，第三對象就係我，希望大家都只能夠合作。所以工作上嚟講，所以今日咧，
Thank you.
Thank you.